朝圣的路上寻星拜访。圣诞节快要到了，我们会连续有七夕，从东方三个聪明人来找耶稣，我们来看怎么样叫朝圣。在圣经的记载，在马太福音第二章，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，当时希律是做犹太人的王。当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东方有几个聪明人、智慧人，他们就循着星象来到耶路撒冷，来准备朝。